真的，他都跟着你耶。刚刚哥哥走到哪里，鱼就跟到哪里去了。幺哥，你再走过来看看。有人他就过来了。过来了。他没有。跳舞哎。那只乌龟。以为那是吃的吧？它嘴巴里面是黄色的，它嘴巴里面是黄的，你看。前奏太长了啦，开始。做健康操。轻轻的，轻轻的。轻轻的，摸起来是什么感觉？软软的气球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气球蹦，气球爆炸，气球捏爆炸。这有一个是还没有，还有一个是里面是莲子，里面是它里面也是气球，但是这样一颗东西在里面，就是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包一层，所以会这样丢啊，所以里面有硬硬的，就这样硬硬的。那后面那个比较软，破不了。后面那个花比较软。冲冲冲！抓起，抓起来！没力的。哥哥去，优哥快点，跟他一起，他要准备下坡。哥哥才开始跑，到这里开始刹车，到这里，然后慢慢的刹哦。好了，妹妹下来。会不会太慢了？刚吃了什么东西？有蚯蚓在这里吃我的灯屁。他刚刚抓到了一只好大只的蚯蚓，接下来在吃电子。抓到了没？那只不是，那是草。那只没有。我要走楼梯上去。白头翁。两只在这里，另外一只。我原本想让这只红鸡圆春象在我的手指上起飞，但是他却在我的手上爬呀爬，爬呀爬，爬了好久之后嘞，我突然感觉到一股凉意，原来是他在我的手指头上尿尿啊。
不要不要不要！他大便，他大便说。那一只怎么这么的胖啊？两只，这两只才对吧？不，你看两只对不对？对啊，后面这只很胖嘞。你看它的肚子好大、哦。它要上来，上不来。小哦，你看，小，比你的手指头还要小。它脚好细哦，感觉随时会断掉哎。啊，抓不到焦距，在这里，好小，很像一颗小石头。小石头。它现在，这是刚孵化的小青蛙。不是孵化吧？这叫孵化吗？要不然叫什么？看，跟这个小石头差不多。哦哦，它跳到你手上了，你把它甩下去了，掉下去了。在那里。它刚跳下去完全没有水花，哇！你看它的青蛙腿，蛙式游泳，它上不去。